鱼友们，咱们今天说一下新鱼入缸之后怎样更快的恢复鱼的状态。那么第一点呢，跟咱们气泵打出来的氧气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个锦鲤呢是一种非常耗氧的鱼，氧气量越大呢，对于这个鱼恢复状态呢有特别好的功效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不含碘的粗盐以及观赏盐都可以，咱们可以下1/5到1/7的盐，因为下到一定程度的盐可以减少这鱼的渗透压，对于这个鱼恢复状态有很大的帮助。前期这个鱼呢对于这个水质呢不是说特别了解，所以说呢不要喂食，一定要停食。以上这几点呢对于咱们添加新鱼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最后呢再嘱咐大家一句啊，在这个冬季呢切记不要合缸，合缸有非常大的风险。